系。另外，猫空也会，它的特色也是一个
可能是那个，就是猫空变的是它取代了它原本茶的印象，大家对猫空的印象就去缆车，然后搭上去之后去缆车旁边的夜市玩一玩，然后就那应该没什么了吧，然后又再搭着缆车下山，对，所以它就变了，就是变猫空的重点。那还有第三个就是缺乏令人印象深刻的体验，就是它的景点都比较小，而且比较零碎，所以往往我们靠着走路需要走比较久的时间才到下一个景点，所以大家往往会觉得，猫空没有什么景点嘛，因为景点都太远了。所以猫空的下一步是什么呢？我是不是可以，就是20年前猫空是很多年轻人会去喝茶聊天的地方，但是20年后今天猫空有没有什么新的就是服务可以提供给现代人？然后于是我们就是在去年我们就找到了这三个店家，分别是邀月茶坊的张俊杰老板，然后诗歌乐店的张老板，然后还有那个光语言的那个周老板，然后我们就是觉得说猫空好像还可以用一些新的方式去诠释茶，然后把比较让人家觉得那个泡茶是老旧的事情把它转为一个新的感觉，然后我们就跟这几个店家一起努力，然后去发掘茶还有没有什么可以玩的东西，我们就创办了午茶新意的联盟，然后希望就是在用创新的方式诠释茶，让茶可以跟人们的生活重新的连结在一起，然后就找回猫空龙井，然后对，然后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三家店好了，就是第一间店是邀月茶坊，那它其实是猫空山上非常有历史性的一个店家，那它最大的特色是它的场域非常非常广大，对，然后有很多就是很多个座位区，然后还有他们是24小时营业的，所以你可以在那边熬夜啊通宵，他也不会管你做什么，就你可以打牌啊聊天玩麻将玩桌游的，老板蛮喜欢玩桌游的，对，然后所以就是一个我觉得我自己觉得一个很自然然后的空间这样。然后第二间店是四个店，然后他也是猫空很老牌的店家，以前叫做清泉本店，然后他最有名的是他的菜哦，因为他是餐厅加茶馆，他的菜是以茶入菜的，然后十分好吃，然后而且他的风景非常的好，然后最特别是其实老板四哥他会看面相，他有研究面相的这个事情，所以你去吃饭的时候你可以跟他预约，然后他会坐下来，然后跟你讲说你的面相可能代表什么意思这样。第三间店家是光语言，那光语言其实是猫空比较新的店家，但是它非常的亮眼，因为它的不论是它的装潢或是它提供的菜色还有饮品都是十分的创新的，然后再加上其实老板的理念非常特别，他想要就是他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他其实想要借由餐厅去把就是他的理念传递给大家知道。然后第一个就是刚刚三家店的一些他们核心理念还有他们特色，我们其实在去年有做出一些就是创新的服务，那像这个就是为邀月的邀月茶坊所做的，就是我们发觉说很多人去邀月茶坊都是一群朋友然后很久没聚，所以他们就聚在一起坐下来泡着茶聊天，然后我们希望可以让他们后来泡完的茶叶就是做一个烘烤之后把它磨细，然后变成沙化，可以就是大家一起创造这个充满回忆的书签，然后并且在后面写一些小日记这样子，就它是一个感情的延续。那第二个就是那个市铁茶，好，它的名字是市级茶点，对，我刚才才说它的名字不重要，它名字很重要，市级茶点。那它其实就是因为是个店的特色，其实就是老板会那个面相嘛，所以我们就想说把面相做成各个贴纸，然后你可以就是把你的面相拼出来，然后并且去做一个查询。因为其实四哥就只有一个人，所以他不可能提供每一个店里面所有人面向的服务，所以就借由这个方式让所有人都可以去体验，四哥店的特色是除了用餐之外你还可以去占卜自己的面向。那第三个是那个光语言的服务，就是我们妈设计的一套产品，然后它是那个就是因为光语言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理念
他想要就是保佑每个人都会有他们的一个幸福存在，所以我们就把他就是茶叶三角茶叶做成就是在包上一个小三角的包装，然后上面每个都代表了不同的祝福，让你可以把这个小小茶叶传递就是给你的亲朋好友，然后里面也还有一张卡片，就是你可以写上你的祝福给对方这样。但是过去我们的就是刚刚大家所看到的三个案例，其实都是比较属于在服务中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希望服务中带来什么样的。当然，刚刚的那个茶包是比较属于服务后，但是大部分都是服务中的部分。所以我们在想说，有没有可能就是也要想想说，服务前的推广和行销和服务后的再访和串联，是不是有什么心意可以玩这样？所以就是这也是今天请大家来的目的，就是我们希望为这三家店家提供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提案的设计方针，也是我们明天要去的目的，就是为他们的服务前和服务后就是做一个小小的服务设计发想。那接下来我有两个影片想要给大家看，分别是针对于服务前和服务后的一个案例。
可以给你你的那个就是账单，但是账单上面不是金钱的，是说你要洗多少个盘子、多少个锅子、多少个就是碗筷这样。然后之后他会让你就是去体验洗碗的过程。然后你看他们洗碗玩得很开心的，他们就是想要以此去推广说，哎，其实我们好好吃晚饭，然后好一起洗碗的那个温馨的感觉，对，然后以此去推广他们的洗碗巾。所以这其实是一个洗碗巾的公司，他们去创造了一个，你看才七天的一个产品这样子，就是为了去让大家去体验他们洗碗巾是多么讨喜，然后多么的可以带给人家欢乐这样。好，然后这就是我想要带给大家两个案例。那希望可以就对你们明天的工作方会有些帮助，这样。好，那接下来就是到了蛮重要的时间，好，这个是我们的分组名单，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是哪一组这样。然后如果名字打错的话，不要跟我说，对，我会跟你赔罪。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等一下呢，你们就要去找各组的 TA。像是邀月茶坊的 TA 是熊杰，好，他在外面，我们等一下会请他进来，是熊杰，那你等一下就可以去找他。然后我们会每三个组各做一个区块，然后大家先做一个彼此的自我介绍，然后 TA 会跟你们做一些交流。嗯，然后第二组的风云 TA 是雅典，请雅典举个手。好，那等一下如果是风云这组就去找他。然后四个店的 TA 是怡景。那怡情好像也在外面帮我们，就是签到刚刚那两个人，就是我们那两组 TA， 然后我们待会请他们进来。那这是我们明天的行程，就是明天的话是期间希望大家10点可以到各个店家。那各个店家的那个交通方式，我们有附 email 给大家，但是如果你还是不太了解的话，等一下我们的 TA 也会跟大家说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或者你们可以做个讨论。然后之后就是以下就是我们接下来行。然后我们预计到5点，嗯，好，那看一下大家有问题吗？有，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会各组就回到隔壁啊。哦，对，我们要回到隔壁。哦，然后有些事要跟大家说，是大家刚刚讲150块，然后我们之后收据会开给大家，但是会稍微晚一点。然后我们开的名义会是那个茶水费跟保险费这个部分，然后就是如果你觉得没办法接受的话，可以再跟我们反映。对，好，那就请大家一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这个没关系，还给他。